张世兰，有事儿啊？硕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人家都在家把饭给你做好了，早点回来啊。啊，顾姐好。给我点了你。硕哥，嗯，今天晚上我不走了。为什么？硕哥，我喜欢你，以后咱俩好吧。张世兰啊，谁给你的自信啊？给我整这出啊？你是觉得我陈硕跟谁都行是吗？硕哥，那你不是老换女朋友吗？凭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？别过来，有一点得搞清楚，就是咱俩的关系。我是你老板，咱们是雇佣关系。说白了呢，你就是我请的小保姆、小阿姨，负责照顾而已。你说什么？我花了钱请你啊，你爱看看，不爱看就走人。什么阿姨？我是你助理。端茶倒水。拿个包跑个腿儿，这是助理干的活吗？还有，告诉你，我开始让你当我助理，就是因为我想给罗英子一个面子而已，这么简单。还有啊，你是个女孩啊，你要自爱呀！啊，你把衣服都脱了，没羞没臊的，合适吗？把衣服穿上，走人。嗯，陈硕，我不干了。再见。那你得补我钱吧？我在我姐家当阿姨，一个月还6000呢。嗯，你不给我是吧？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查查，转了你8000，够不够？等着。哎呦，你走是不走啊，姐？我来你这儿，你不把我当助理、当阿姨这事儿，罗英子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跟他没关系。知道了，你们俩一起耍我呢，是吗？张世兰呢？你快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。就你呀，真不值得我跟他联起手来一起耍你。陈硕，哎，你别后悔。我不后悔。多的2000我转你，自己留着买药吃。谢谢。
事儿啊？哎，龙英子，嘿，这么心有灵犀吗？喂，著名淑女找著名流氓干嘛呀？我把这拦了给开了，具体什么原因呢？你也不用问，我就是觉得这小丫头呢，有点心术不正，不能留在身边。